韩星金宇彬于去年五月惊爆患上鼻咽癌后全面停工，接受抗癌治疗超过一年的他一直未有露面。去年底曾透过官方粉丝网站上传亲笔信向粉丝透露近况。7月16日是金宇彬的29岁生日，他所属的事务所也有上传金宇彬的旧照送上生日祝福，并透露金宇彬目前还需要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，未有复出计划。不过前日有网民上传金宇彬的签名照，相信是该名幸运粉丝在咖啡店捕获金宇彬时成功索取的签名。除了写上网民的名字及画了心心外，金宇彬在签上名后亦写上日期是2018年7月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